我说要有这好果子，没人给我留着你。干我们这行，除了努力，主要靠时气。时气不好，西北风都喝不着。啊，2015年的。那95年的呀，瞅瞅对不对吧？没事了，我喝几杯，然后喝几瓶。喝了吧。嗯。我说要有这好果子，没人给我留着你。2015年的，没有老的是吧？没有。这是高腿还是高度的？留着喝吧。嗯，这新的也贵着，好几百呢。嗯，新的不？哎，这多少钱呢？这新的我要来干啥？给你少了不卖。嗯，师傅多了您那啥？你给多少钱吧？留着吧，不收了，收老酒了。啊，收老酒是吧？嗯，您不是95年，95年的肯定至少给。我说那瓶写是95。您记错了，我这包装，我一看包装，我都心里边凉了。他那95年包装不这样，那盒要瘦。哦。啊，这个超市都有卖的。2015年啊，就今年儿，您没有别酒了吧？瞅瞅吧，啥的，这老爷子。我说这没有啥好节目给我唱。老太无赖假的，你看着吧。对，书店呢？他这不对的。对，新的有啥用 啊？新的买那个6-7百，你给人3-4百，人不卖，你也值不钱。对，选茅台吧。是老的，没错，这包装就对，还是红皮子呢，可能。塑料皮子。瞅瞅啊，我那手电呢，哥，这儿跑到这地方了，地方了，是吧？不对，就是我就问假的，这酒不对，我就问假的，说要没有，是老假。啊，是老假，我就问假的。假酒啊，是老的，是老假。啊，而且这不是低度，是高度的。高度的吧，高度。这炸酒得给，要是你们要买收得多少钱呢？28的，有吗您呢？啊，28的我都收。我说都这酒给、啊，就这瓶 啊？我说老的。这酒假的，我买它干啥？你不买它拉倒。你要是，我还以为你有这种。你要便宜了，今儿我就给你。我想的，我这没有好事给我留着。谢谢你，麻烦您了啊。没事。嗯，这一天收个毛啊！